Over the last 15 years, we found that one-stop beauty is a preference of consumers. Senso was established in year 2009. Nowadays, we are changing to digitalization of technology beauty culture. We provide customization, personalization services, and consultation for every client. We research and develop to create products for a universe which is the new form of luxuries. We do personalization through technology, providing never-ending opportunities for the industry to innovate. We believe that as we integrate into the team, we work smart to maximize personal value. We achieve our excellence through teamwork. Reverse your age look. Experience the difference with us.酷看网络电视盒，让看电视变得更简单。酷看 ，Get better, get easier。Hello， 各位 Even TV 的观众，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 Even TV 的特约节目 Live Show with Amy。说出你的使命，感动自己，影响全世界。那么今天的嘉宾呢，他相信健康和美丽可以并存。那么今天的嘉宾主要要感谢的是 Image Academy 国际个人品牌形象导师 Evelyn Jane 老师的大力推荐。他就是今天的嘉宾，就是 Sense Perfect International College 的创办人 Miss Daniel Liu。 那么他希望每一个家庭都会有一位身心灵的家庭老师，每位学生呢都用心做技术，用感觉，用好的感觉对待每一个人事物。那么他的学院 SENSE Perfect International College， 简称 SPIC， 是马来西亚唯一一所有政府津贴和政府贷款的美容学院。那么这一家美容学院就是 SENSE Perfect International College SPIC， 全马只有两家的美容学院拥有这个镭射以脉冲光的国际认证， SPIC 就是其中一家了。那我们现在介绍完毕，那我们现在就请出 Miss Renew 来到我们现场，欢迎 Miss Renew。Hello， 大家好。Miss Renew 要不要跟观众打一下招呼？来，我们看一下线上的粉丝多不多啊 ？OK， 通常人数多，我们会分享的比较落力，是不是？是啊。OK。好，今天我们的访谈最主要是以一个简单轻松就的这个方式去呈现。 OK， 好，来 Hello， 我们来看一下哦，有哪一位是已经进来的了，哪一位是你认识的？哪一位是我认识的啊？来，我们看一下啊。OK， 有 CB Lee， 我的先生。Hello， 嗨，嗨，你好。然后 Patsy， 嗨，嗨 ，Patsy 就是帮我们控制的制作人。Chloe 每一期都在的，我很开心。每一次他都不管直播什么，他就是会在的。谢谢 Chloe 也是我的指定造型和这个啊。美容的这一个 Senso Studio，我们 Women TV 指定的啊化妆师与造型师，我的发型啊全部是 Senso Studio
做的、哦、也是他赞助的。Hello， 谢谢 Koey。 OK， 那么接下来就是李威 Go。 李威 Go， 李威经理一下啊，我把声音关掉。哎呦 OK， 李威还有 Jojo 幺幺耶、yeah， 我的同事 Hello 同事你好瑶瑶、嗯、分享哦分享 OK， 大家分享出去哦、嗯、分享过后等下我们就要听故事、嗯、还有就是依婷我的同事也是你的同事、嗯、老师们好袁秋也是我的同事，嗨，秋，你好，全部都帮我宣出去来了哈、嗯，还有 pineapple， Custy， pineapple 是 Custy，、哦、Custy 你好，你好，嗯、还有金轩，我的学生金轩，金轩哇、嗯，你看老师会几开心，你在节目有看他的节目，你看，嗯。加分啊，老师这样的学生要加分，会一定会。OK， 单波酸，我的妈妈 ，Hello 妈妈、嗯、你好，我的妈妈，袁秋，对了，我的同事，嗯 ，OK， Nikki Norish， Nikki 这个是 Nikki 老师，吉隆坡的朋友，对 ，Nikki 你好，很快就到你了 ，Nikki， 嗯嗯 ，OK。好 ，Sean Yap，Sean Yap， 想认识你的这位哦、刚刚认识的，刚刚认识的作家，刚刚是 Sean 你好，嗯 ，OK， 单波酸，你妈妈是吗 ？OK，OK，Mabel Low， 啊、哦，也是我的同事，新同事， okay， 新同事， Mabel， 你好 ，OK，OK，Olivia。Okay， okay，Olivia 是我们这个个人魅力形象课程里面的同学。Olivia， Hello， 你好，同学们，你们好。哎，伊布林老师哎，还没进来，我去拉哈。哎，OK， 啊，拉了。OK， 好。你们如果看到这一个直播间的节目，你们就现在分享出去，给更加多人进来。OK， 啊，有了 ，Guinness Strong。OK， 人数会陆陆续续进来。OK， 通常都是这样子。好的，那么我们先来第一个问题哈。第一个问题就是 ，Renew， 你做了这个美容行业17年了，那现在你的学院已经发展到什么样的一个规模呢？现在啊、我们的学院呢是由。2015年开始，嗯，那在这个17年哈，我创业，我本身创业是10年啦，嗯，啊，那目前呢，我们是第四年踏入学院第四年，嗯，所以我们就其实我们是从美容院，嗯，慢慢的提升，成为了这个国际的美容学院，嗯、所以目前呢是由。我一个老师，嗯，变成了一个团队，嗯，所以目前为止我们有整个团队有5个人，所以是从你一个人开始吗？那时候是一个人开始啊，嗯、又从美容的课程开始，嗯，然后一年过后就遇到了这个彩妆的老师，嗯，所以才开发彩妆的课程，嗯哼。那目前为止呢，我们呢是有做国际认证，嗯，跟是一家政府呢政府承认的，可以发出这个技术证照的一家学院，非常厉害的、哦。我看哦，全马只有2家。应该是全马只有你一家是可以有政府津贴，就是学生上课的时候有政府津贴和政府贷款的。是的，但是这一个呢是一个机会。嗯，其实我是很感谢政府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计划，嗯、就是扶贫计划。其实有很多华人是不知道的，嗯、当然马来人他们其实都在拿着这一种的津贴，嗯，然后也在拿着这一种的贷款，嗯，但是我们华人真的是很少人知道，所以在这个过程呢是
真的有付出很辛苦一下的。嗯嗯啊，为了要争取这一个loan。嗯、啊，还有这个 subsidy， 其实我们后面的整个团队都付出了很多，嗯、每一年都是要不停的去 update。像他的这个 subsidy 是什么方什么以什么方式去 subsidy 给那一个学生呢？他的条件其实是很简单，嗯，只要你是16岁的、嗯、啊马来西亚公民，嗯，那当然也是要有一个健康的这个身体，需要做 body check。嗯嗯 ，OK 啊，不需要做 body check， 但是就是一个普通健康的一个公民，嗯啊，那就可以申请了。他是从学徒开始的，嗯，是不是？你看有健康极好，还可以申请津贴，那么大概可以透露一下关于那个津贴是多少吗？这一个呢是看看政府呢这一个计划。如果说他这一期的计划呢是六个月、嗯、这样子，这位学生就可以拿到一个月350，所以就六个月，长达六个月。嗯嗯啊，当然啊，他去的那一家公司上班，那一家公司也是可以给他薪水加上这一个津贴，所以他是从一个学徒。嗯在这个六个月里面他是从学徒开始，嗯，所以学完了这个六个月他必须考核考试，嗯，然后才可以拿到这张文凭的。 所以通常是几岁就可以报读这一个美容课程呢？16岁。对，哦，就现在你的学生多数都是从中学出来就直接去上这个美容课程嘛？我们的目前的学生他们的年龄的阶段是由16岁到28岁。但是16岁到22岁占为多数。有一些学生是这个 Form 5毕业了，然后就有时候也很彷徨，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有一些他们都去找了一些工作，然后发现自己不适合，然后才回来拿一个技术课程这样子。就从小妈妈就告诉我们技术很重要，所以一定要有一个技术防身，是不是？对。嗯，但是我有去 survey 我的学生，问问看他们，其实在你们还没有进来这个技术学院的时候，其实你们对技术的看法是怎样？他们大部分80%都是爱美，然后也觉得说也是妈妈说捧山啦，老来有一个技术很好啦，老来有一个技术很好啊。其实这句话没有错，我觉得都是长辈们想要关心我们的，真的是真的真的。一个人如果没有技术到中年的时候啊，真的是会很茫然，会很茫然哦。这个那我自己也有分析啦，那我本身呢是对技术是有另外一个看法咯，除了说是经济自由之外，那我更加很有感觉的就是说其实技术其实是就是我们的兴趣，所以如果我们投入了一个技术行业的话，我们简直就是把我们的兴趣整个都投进来的事业，所以这样子的人生其实才可以很开心，然后就变成我们讲的life and work balance 啦，这样子。好，我这里呢我看到 Evelyn 老师进来了。 Evelyn 老师你好。 Hi, 老师好了。趁依云老师有在，我们来聊一下哦。你是如何会想要去参加依云老师的这个个人魅力品牌课程呢？说到这一个、说到你在事业上已经这么成功，你的学院也学生也这么多个，而且得的奖也无数，但是为什么你还要保持着学习的心态，而且你选这一个课程来上？妮老师，你不是第一个问我了这个问题。那一天我去上课的时候，全部人都很惊讶，因为有看到 Facebook。然后每个人也是问我，为什么你都已经是在美业了，你还要去上这一个形象课程？那当然，我也是透过Patsy 的介绍，我一直以来都是在Facebook 看到 Evelyn 老师，
的出现，那终于有机会到了现场看他的 preview， 那我真的是被他的个人魅力吸引了，所以我觉得这一个老师啊，带动这个课程肯定会帮我不少。余斌老师，谢谢你哦，而且余斌老师大力的推荐你上我们这一个 Live Show with Annie 我的这一个节目的时候，他说哦，你真的是非常棒，而且是全场最瞩目的冠军，而且是众望所归。谢谢大家啊的支持，给这个机会，这个课程真的是很开心，去到那一边真的好像一个大家庭一样，大家一起学习啊，大家都很想要把自己定位，然后提升自己的形象，个人品牌，个人品牌，对，跟提升自己的魅力，对对对，要像一斌老师这样，是的，站在舞台的台风这么的有魅力，所以一斌老师你是很多人的偶像，是的是的，所以也谢谢一斌老师啊，OK。那么观众们，等一下如果我们问到一些问题你也有东西想问，那你可以在下面留言，我们等一下看到我们就会回复你。那如果你是你老师的学生呢，那么你就要好好的看今天的这一个直播了，因为他今天所讲的东西可能在课堂上你们都没有办法听到哦，对不、哦、可能吗，因为我的问题会很尖酸刻薄OK 好，那么 OK、这么多行业为什么你会选美容这一块，你是几岁开始呢？我是几岁开始哦？那我就由比较小的时候初期开始讲哦。可以，你要从三岁开始讲，没有，因为我以前是一个男仔头来的，所以我又是就是男仔头，就是很喜欢跳动，对吗？运动员性格啊，对对、那我也是因为有遇到一个我的教练很想要提拔我，那我才能成为一个专业的运动员。那我是滨州的州手啦，那时候滨州的州手，对，哪一个项目啊？乒乓还有英式篮球。乒乓我知道，英式篮球 netball 哦、netball 哇哦，看不出，对，原来你还会打球，所以啊，我真的是看不出哈。因为我的教练曾经跟我，因为我们打球的时候很幸福的，教练还要帮我们 massage， 好，因为我们有早上比到晚上， okay， 因为我们一直赢嘛，所以我每一年都是在比赛，我比了13年，比了13年，13年都是乒乓，你比较两个都比，你的强项是乒乓比较多，还是那个英式篮球比较多？那我可以跟你讲，乒乓呢是由我那时候我是由。比较我们讲比较普通的一个乒乓运动员进入的，打了，因为我有一个打不死的这个蟑螂的精神，所以到最后都有拿下了全乒学联赛冠军，对，所以才能成为州手。那呢 netball 呢，我的团队是很强，因为我是读槟城的谢和中学，所以我们的团队一直以来都是冠军跟这个亚军，所以你问我哪一个比较强，我觉得两个都强，对，两个都是冠军人物也是要靠我们的教练还有政府这个的栽培感谢国家的栽培，对，我一直以来都是很感谢马来西亚这个政府，不管是哪一个坐上位，对我来讲我都是这个国家，都要感谢，对，因为我觉得从我读书到现在我都觉得跟他的关系都很密切，你看现在我也是拿了政府的津贴跟这个贷款来帮我的学生，那就因为在中学的时候其实我对美是没有概念，因为我都是运动员，然后到有一次看到了一位女健将，又是那时候他们是冠军来的，所以又漂亮人又会读书，所以我突然眼前好像开始知道什么叫美丽这个字，对 OK， 终于看到一个比自己美的，然后除了小力球大力球两粒球都会打的就是可能那时候就对美开始有了一点的想法，所以就知道看看自己一下，哦，好像
都不知道什么叫美，因为那时候的眉毛都很粗，嗯，然后就十八岁，但是我觉得我觉得人生啊，每一个人啊、事情啊，或者是每样事情事物啦，都是会因为一个环境而改变，嗯，那我也是因为家境属于是比较小康之下的，嗯，所以我们呢会凡事都是很靠自己，嗯，然后那时候就很想要赚钱，嗯，又爱美，嗯，又想要赚钱，又爱美又想要赚钱，嗯，结果就找到了共同点，这两件事情的共同点，对，答案是就是进了美容这个行业，美容又可以赚钱，又可以变美，对，又可以让别人变美，对，哇，嗯 ，OK。就是应该这么说，因为会我们呢人是会被环境影响的，嗯，那其实我从小到大也是住在一个很大的家庭啊，嗯，很大的家庭，安克安弟全部都有九对，所以家买公公婆婆啊做那些真的很大家庭，所以其实我称为这个叫比较复杂的家庭长大，嗯，那所以我们什么事情都是要靠自己，那在很没有这个选择之下，嗯，听了人家说美容很赚钱，嗯，所以就跳进去了，直到现在。嗯，跳进去了美容这个行业，那么你的热忱在美容行业是什么？因为我本身由小到大，这个也是周围的亲戚朋友们，嗯，也是有给我这一个的feedback。从他们的口中，我是一个很喜欢帮助别人的人，嗯，当然我个人觉得我是属于比较内敛的，嗯，然后也很容易就感动，嗯，受人家影响，嗯，所以那我在做美容的时候觉得帮了人家，嗯，很开心，嗯，其实我们做美容，哦，有时候会听到说不要不敢上美容院了，等下进去不能出来的，嗯，要签很多配套的，嗯，所以其实我是想要澄清一下，嗯，好像你遇到像我这样用心的美容师呢，哦，其实是真的你会觉得是超值的，我永远都是做比你这个价钱之外的这个服务，因为我真的很喜欢特别的服务，对，有特别的怎么样特别呢，就是由里调到外的特别，嗯，那我个人呢就是很注重由里调到外，嗯嗯，所以我不停地在一直在研究，嗯，探索，嗯，什么叫做由里才能调到外，嗯，因为本身家境的问题，读的书那时候也不是读很多，嗯，所以就不停地一直在探索咯，嗯，所以怎么探索呢？怎样探索呢？每一个月赚来的钱就拿去其他的美容院花，嗯，所以就是说去买产品啊，嗯，去做护理啊，嗯嗯嗯，什么护理都做，嗯，我最印象最深刻了，44公斤还跑去做减肥，嗯，然后所以44公斤的人是你啊？对对，这个数目是的概念是怎样呢？嗯，44公斤很肥的，44公斤应该不会啊。嗯，那我就因为我在探索嘛，嗯，OK 啊，我现在也是差不多咯，就是咯，就是跑去做减肥咯，嗯，就是引来了很多的这一个争论，嗯，你这样的人还要减肥啊，嗯，我其实对可能自己的要求很高，但是我觉得我对我顾客的要求也是很高啦，嗯，我都会把他们当作是我自己来看待。这样44公斤，对你来说应该是多少公斤才算是标准呢？ OK， 那好，知道到了，我学了营养学过后，嗯，我们的 ideal body weight， 嗯，读我这一个高度啦，其实我是应该是47公斤的。但其实你要增肥，我现在要减咯，因为我现在已经49了。OK， 暴露了他的体重，嗯，对了，这个是我觉得没有暴露啦，因为我们呢对这一个都是时时刻刻都要提醒自己，嗯，要保持在一定的健康的一个水平，对，嗯，那么你从你10多岁踏入美容行业，这个过程中是家人支持吗？
这一个过程，OK， 我的家庭由小到大，都是属于一个比较复杂的家庭，所以对我来说是很缺乏爱的一个家庭，那你问我支持吗？刚才有提到周手是吗？我的第一支乒乓球拍都是来自我的好朋友妈妈送给我的，所以我没有得到我家人的支持之下成为了周手，包括学美容这一个课程。对，是的，但是呢我学美容的时候是因为都听到很多人说很赚钱嘛，那我都是习惯了自己做决定的人。很坚强的一个有想法啦，可以这么说，你有梦想有想法，然后你敢于坚持跟敢于追求自己想要的。我是觉得应该的啦，对一个年轻人在自己呢没有想法的时候，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年轻人的条件啦，应该要有的条件。对，应该要有打不死的精神但是这一句话如果在另一个角度来讲，就是要时常保持正面的态度，保持正能量正面。对对，另外呢，那在我相信这一路走来也不简单哈。是啊是啊，在我的人生的字典里我只分两种人，一个是要，一个是不要。不是男人和女人？没有。男人跟女人对我来讲是平等的，因为大家都有一个很爱他的母亲，所以我觉得男人跟女人都是一样，只是思维上可能会因为某些阶段，然后承担的责任，当然也会有不一样的时候啦。那么今天妈妈在线上啦，我觉得你妈妈也觉得非常骄傲的有你这个女儿啊。走到今天当然是要很感谢我的妈妈，没有你也是没有我今天。好，首先要感谢就是妈妈把我们生下来了。对啦，你看还生到这样这么漂亮还生到这样精致，还不能讲到漂亮，生到这样精致这样健康精致。对，果然是也是很漂亮的，健康，而且又这么聪明，又这么有本事，对不对？所以妈妈应该觉得欣慰了。要感恩的话是说不完的啦。是吗？这一路走来我的妈妈也是很辛苦。所以不容易啦。对。那么对刚刚想要学美容的这一些人呢，可能你过去所碰过的这一些挫折啊经验啊，真的是可以让他们少走一点这个冤枉路和遇上不必要的挑战。所以是我相信大家也是希望你分享多一点就是过去的经历啊，或者是有什么挫折啊。在这个美容行业里面呢，其实我称美业，因为美业其实是很广的，因为它是由头到脚，然后也由里到外，所以当然你会遇到的是很多很多问题，每一个阶段每一个问题都不一样，那当然是我们讲说刚刚踏入美容的初期其实有很多人呢在第一年甚至是第二年都撑不住，都离开了这个行业。那我个人呢的角度是去看这件事情呢是因为我也曾经有想过要放弃，因为在服务行业的在服务行业里面生存其实真的很不简单，因为我们对的是人，所以我们对的是人来讲，就是说我们可能需要在沟通能力上方面，我们必须要去多多的学习，提升自己的沟通能力，然后我们才可以降低一些不必要的麻烦误解。对，那首先呢我觉得因为对年轻人一位年轻人来讲，他刚刚步入一个行业，他可能呢是
入世未深、嗯、所以他可能看到的问题都是在很表面、嗯、那当你如果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就像正面的角度去看、嗯、当作是每一样事情的发生都是以学习的角度去看待的话、嗯、那问题肯定是可以解决、嗯、那最重要是我想跟年轻人表达的是，我们应该有一个信念，嗯啊，如果说我们可以相信，可以相信自己的梦想是可以达成的话，嗯，那你也是可以坚持得到的，嗯，然后把问题看成是一个学习的过程，那就没事了。那么对你来说，这一路走来最大的挑战是？你最难忘的挑战？最难忘的，嗯，我还是觉得在这一条路上，不管是在美容院，嗯，或者是在这一个国际的美容教育学院，我还是觉得，最大的问题还是，人与人之间的相处的，嗯，这一个问题，嗯嗯，那因为让我。其实我有时候就是会为了这个问题，自己也是要思考，嗯，睡觉前也要思考，醒来也是要思考，为什么呢？真的是在这一个美容行业里，都是女性嘛，嗯，是吗？嗯，啊，所以由我打工到现在，我真的是跟了很多女性相处，嗯，那我觉得技术上方面肯定是没问题，因为本身。是一个超喜欢学习的人，嗯，所以每一个技术可以帮到顾客的解决他的问题，所以我不会感觉在技术上有问题，有什么挑战？对，有什么挑战、嗯？最挑战的还是在于团队，跟人，对，人心难测，对，而且都是女人，女人心海底针啊，对，那也是很多年轻人一直问我的，嗯，我的学生也是很担心，我去了这一家又怎样啦？我去了那一家又怎样啦？嗯，嗯那我每一次我都是将心比心的告诉他们，我做了17年，嗯啊、如果说你把你的态度放在对的位置，嗯，那肯定可以解决这一个人的这一个事情，嗯，那最近我也发现到了，我好像找到了一个方法，嗯，可以让我真的打开来放下了这个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嗯，是怎样？因为之前呢，我会为了团队，因为没办法满足到他们，嗯，然后他们又这样用心，嗯，所以有一些离开了我们这个团队的。其实我也是，到今天我还是记得你们的，啊、嗯、啊，在我们的这个 Sense Perfect 里一起走过的日子，嗯，虽然没有这个续缘，但是曾经的这个拥有哈、嗯，我真的是很感谢你们，出现在我的这个人生的事业的路上，嗯，好、啊，那我发现了一个方法，那也是因为我的一个朋友跟他有缘，透过他一直不停的我们的沟通吧。那原来如果说我们把身边的人都当成是自己的家人，嗯，那我们肯定不会有这样子的感觉，嗯、不会有对他人有什么偏见，嗯、甚至是说啊，我一定是要回家见我的家人，嗯，啊，或者是。这个是我的家人，所以我要留给我的家人。嗯啊，所以有时候因为这样子，很多的自己的家人跟身边的人分得太清楚。嗯，所以会导致我们有了这一种不平衡的、嗯、这个感觉。嗯，所以如果把身边的人全部都当成是家人，就像今天一样。嗯，如果我也把 Annie 老师当成是我的家人，嗯，那我们就会减少很多的摩擦。我们不是一国的吗？对啦，对了，都说马来西亚是最幸福的，对呀、啊，对呀、啊，对，所以，嗯，那么你，我以我们据我们所知道的啦，你在美容这一条路上也是，嗯，也是曾经放弃过，然后想要放弃，想要放弃，嗯、过后你就出国，
对，可以分享那一段吗？在我出国之前，其实也算是我的二十嘛，对嘛，就叫人生的第二个阶段。就十六岁学美容，对，学到那时，因为呢，就一直以来都是自己做主的嘛，对吗？我的人生事业都是自己做主的。那时候呢，也是因为没有遇到对的这个教育，没有遇到对的教育，也没有遇到对的提拔，所以就掺了很多一些朋友。那这些朋友们呢，给了我很多意见。那当时呢，我们做美容的时候遇到了一个瓶颈，就是我都是一直在探索，所以我换了很多份工作，几乎全滨的美容院都给我走到完了。所以那我就是发现到原来做美容很辛苦嘞，就因为那时候我觉得我的知识不足，我没有钱去读一个美容课程，所以就到一直换工作。我一直换工作，因为为什么换工作？第一就是没方法去跟同事相处，然后第二呢，就是也是因为那个我们的知识不足，然后我们就要去说服一个顾客嘛，然后每一个月还要带着这个我们的月绩这个数目字，所以就没办法达到啊。说是说没办法达到，但是我做过的每一个美容院呢，其实我都很尽力。我也相信我的老板都还记得我，因为我老板所给的目标，其实我都是很尽力的去达标。但是因为只是老板达不到你的目标，也不是，因为我个人对工作的薪水来讲，我也没有很高的要求。我都是会检讨自己。所以但是我个性是实在太好动了。所以我很快就把一个东西完成了，就想要追求更高的境界。 对，所以可以理解。换工后换到我发现到我因为我们那时候做美容真的很苦。没有人去教我们技术。也没有人来慰问我们，有什么是可以帮到你的吗？也没有。所以那时候就遇到了一个瓶颈，好像对人生都很失望。那当然也是在爱情也是发生了问题，就很想去，那时候年轻人的想法就很想要给自己一个新的生活。所以就跑出国了。那去了哪里呢？我就到了英国。去了英国过后在那一边两年了，其实没有说很长了。也是美容业。那时候呢一到地呢是做餐馆饮食行业。那服务生呢就做服务生。所以在这个服务生方面也是拿了很多经验。那过后也是一些原因也是有去找这个美容的工作。那时候真的是因为那个pay很低。做餐馆比较高。在英国洗脸的pay很低很低，而且呢自己要租房子，然后自己也要承担自己的三餐。所以你如果还是餐馆好，对，他有给宿舍，然后又包三餐。所以有的刺猬可以了的。对呀，所以就是我觉得很好。那个行业的老板们真的很好。心胸都很宽。OK。 然后在英国那么两年过后就回来了。回来决定又再回来马来西亚也是因为我的妈妈的身体健康状况出了一些状况。所以回来了过后也那时候可能就因为外国回来的孩子都肯定会比较成熟。是这样子吗？因为离开了家庭可能两年了。所以间中都呢跌倒了。在马来西亚没有人关心你，更不会比这个在这个这么远国外没有人关心你的那个感觉是差很远的。差很远的。那时每天都是跟妈妈通电话。所以一回来都不想要再去，那时候一回来的时候。然后就是回来一阵子又想要过去了。所以但是又想到这个都已经年龄都不小了。所以也没有飞到这么远了。所以就到新加坡去
那时候有储到一笔钱，去了英国，就在又再去新加坡，对，去新加坡，那时候可以说是我的创业，也不可以讲创业，是我的打工的时期筹到了，的第一笔钱，不可以说第一桶金，因为不是很多，一杯啦，一杯，对，不是很多，那从小到大有一个梦想，很羡慕那一些可以完成他们大学的那一些朋友们，所以我就其实我个人从小是很爱读书的，那但是看得出没有机会读书哦，所以就拿了这样一杯的钱，到了新加坡，我只有这个一杯，就是直接去了新加坡的那一间学院，傻傻的以为这一杯钱可以在那边生存一年，其实那真的是很小杯而已，然后所以就去到了一家美容学院先报读课程，那报读课程我真的是很 impressed 我去到那间学院两个星期老板就这个院长就 offer 了我一个工作，问我要不要办公读，所以很感谢他给了我一个机会，所以目前为止多多少少我也是因为他，我才踏入了这个美容学院这条路，就是他支持你让你可以一边学习的时候一边有工作，他是问我要不要加入他的团队哦，那哇，一间学院对吗，这么棒的一间学院，他那时有五家分行，在我们马来西亚，他是一个鼎鼎有名的学院来的，美容学院数一数二的哦，然后我就到新加坡去，因为那时候刚刚从英国回来，不想要断掉这个英文的这个语言的能力，所以就跑到新加坡去发展，那时候很开心啦，很开心在那边学了很多，拿了美容文凭、彩妆文凭、指甲文凭，哇，所以就在那边真的很感谢这个院长，过后就毕业了，然后回来来回回都好多次，那这一条路其实都是遇到投机有缘人，我创业的第一家店是跟我的亲戚一起的，我的亲戚就邀我一起跟他们开始创业第一家一站式的美容店，一站式的美容就是包括理发跟美容在一起，OK， 这很好啊，很好哦，所以我也在那一边学到了染头发，电头发，洗头发，还有吹头发，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的投机合作之下，其实我也觉得帮了很多，提升了很多在这个美业上的经验，因为增加了，又在增加，增加了技术，所以每一次的这一个经验虽然都是背后有付出的啦，背后肯定有付出的嘛，一定但是我都是很开心啦，有得学习我就开心，那也是这个快乐的时光总是很短暂哦，为什么这样子讲就八个月过后那家店就结束了，对，因为大家的在做这个创业的理念不一致，所以我们就把它结业了，那时候也是我婚姻刚开始的，我真的是可以记得那时候我是真的比去英国之前更无助，因为没有想到说拿了文凭回来，也是没做到什么好成绩，至少学的手艺啊，学了手艺，但是我也从那一家店就是因为那一家店的顾客让支持我到今天，所以十年了，所以就是也是要很感谢我当时第一家店的30位顾客跟我去了另外一家，不过第二家又再次创业吗？不是创业了咯，因为第二家的故事是真的有一点心酸的，真的很心酸，因为我没有资金，再继续我的这个美业，那时候很彷徨，可以说每天都是含着泪的，直到我的
一个 uncle， 他呢他就但是因为我也是有缩短了啦，因为从中在那个八个月里面我也是有栽培了我的这个亲戚，那因为就是在跟这个亲戚蛮有缘的，所以他就加入了我们这个家庭，所以就是嫁给了我的表弟，所以那我的 uncle 是一个真的，我觉得他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然后也是很好的家翁，所以他就因为看了我把他的这个媳妇栽培起来，他就私底下告诉我，不如我支持你，你把我媳妇带起来，让我的媳妇有一个地方可以去玩玩，逗留，那我就听了，哎，好像发梦一样，然后就拿了他的这个第一笔钱，六万块，去找了同一条街的新店屋，就开始营业了。所以心不心酸啊，拿着别人的钱哦，很那个感觉真的很压力哈、哦、是啊，那时候我的第一胎五个月，所以也是因为这一胎也是让我很坚强，所以一路走来我连生孩子都在担心这薪水嘞，担心这怎样付薪水，对，因为我的个性子呢是很我很喜欢热闹，越吵我越能睡得着，越近我越睡不着，哇哦，原来这样子啊！我的同事我的学生都觉得我很奇怪，刚刚我从Korea回来，我另一批学生就问我，老师我们真的很吵，你怎么可以睡觉？对 ，OK， 那所以我就从第一天，也是资金都用到完了，但是就是没办法，也没有什么 extra 的这个 money 啦，但是都要请四个人，所以业绩够吗？所以我很到今天，我们没办法忘记当天来的三十位顾客。就把我第一天开张就给筹到了，但是第二个月第三个月第四个月还是要吃饭的嘛，所以到生孩子在医院都是要烦着那个月绩啊来，真的不简单哦，创业就为什么老板娘不能说有maternity leave 啊，生孩子一个月不用发薪水，有没有？不行呢，自己都没有薪水，老板不行哦，创业是一个责任啊，对，那可能我个性子也是这样子，对，又在生孩子的时候就也是烦着这个问题，店有没有人，但是我很庆幸呢，因为我一路走来我都遇到每一个阶段都会有遇到有心人跟我一起打拼，那可能这个真的是犹如大家所讲的上帝的保佑，真的是我有这个感觉，每一个阶段遇到瓶颈都会有看到我旁边是有人有贵人，有人要跟我一起打拼的，所以我就说走来的这一个这十年，不管到今天你已经离开了 Sense Perfect， 但是我还是心存感激大家陪我，曾经陪过我，对，不简单，OK， 那么我们也聊了一阵子，我们看一下他们有给我们什么留言呢？好，然后Betsy， yeah，OK， 哇哦，好多好多。那么你们有什么东西想问他吗？你看我们的 Rainy 老师分享的这么多故事。AKR， 我看一下 ，Angel 小飞啊，如果我没有念到你，我以前的这个周手的朋友，他也是其中一位周手。哇哦，那如果今天我没有讲到你们的名字啊，你们不要怪我啊，我看一下，因为很长，粉丝也很多，谢谢大家， okay, 谢谢大家。Sorry 啊，看回一下啊，没有我的小学同学，哪里，哪一个？OK， 我们从上面看来。好，苏仙荡，
我的同事，我的经理 Hello 辉文，我也是我的同事兼我的学生，哇、wow、刚刚加入我们的团队，看你的老师上镜了，好不好看啊？老师上镜好不好看？给我一个心，如果是好看的。对，给几朵花啦哈、嗯，给几朵花。嗯，给、okay。还有 JoJo 幺幺有Stephanie Wang。啊，这个是我们呢啊、这位学生是来自印尼的、嗯，我们的第一位印尼的学生 Stephanie。Wow, Stephanie from Indonesia。对。Mabelo。啊，我们的同事，嗯 ，Evelyn Jing， 嗨，老师你好，老师 ，Windy Lee，Windy 是我的同事，嗯，负责我们的，哇，这个是应该是我们的 CFO， 哎、欸，我们的故事才讲到中间罢了，我要知道为什么会跑出这么多同事来的哎，所以我们等一下继续听，哎、okay ，嗯，就还有 Irene。SJ 啊，这个就是我的小学同学。小学同学，对了， oh, 你好，你好，谢谢你的支持，好久不见，对，都是在 Facebook 见。OK， 嗯 ，Fanny On 也是刚刚新加入我们的团队的，我的学生兼同事。金炫六一样，我的学生。嗯啊，我还看到刚刚。新燕，新燕，我的学生，各位学生们，你们好，好你们的老师好棒哦，谢谢你们哈、啊，这么捧场。Okay. 嗯，好多人，好多人，好多人。嗯，哎 ，Jordan，Hello，Jordan。Jordan 就是我的发型师。哦、嗯、，Jordan 你好。还有路易，路易，路易，我要找你拍照。啊、想要换一下，换一下哈、哦、，update 照片哦，嗯 ，Janice Dan，Janice Dan， 还有苏荣，苏生老师的朋友们，苏荣，好多人 ，OK， 好啦，佩莹，莹，佩莹 ，Hello， 你好，还有 ，OK， 好啦，好多花，好多心，好，继续，不要停。给多一点爱心、嗯、好了，我们要继续我们的故事了。好，嗯，就从那个生了孩子过后，继续我们的故事是吗？对了，生了孩子过后，其实啊、时间过得真的很充实，对我来说真的很充实。嗯，我做七天的工。嗯嗯，一个星期只有七天。对，你也做满七天。做满它。嗯，做满它。啊，所以我真的是很感恩咧。我在这个创业的期间，我由零顾客，英国回来，新加坡回来零顾客，嗯、可以做到哈、哦。我每一天没有休息的哦，真的是我觉得我的顾客真的很好，很棒，我真的很感谢他们的支持。你很勤力哦。哈、哦，嗯，我什么都学，什么都做，但是做的都很开心。嗯，啊，那当然呢，啊，我不停的一直在栽培年轻人。嗯，我真的很喜欢人家陪，所以一路走来都是有团队。嗯，啊，那啊，到了。我就 skip 过了，中间有两间分店，然后过后又再变一间分店。嗯，但是其实呢，这个也是我学生也是曾经问过我的，问过我的，因为有一些人有看过，哎，啊，在之前在大三角好像看过有一间 Sense Perfect 嘞，嗯、啊，就那个故事啦。但是啊、也是经营不到两年，也把它结业了、当然也是因为不想要做七天的工咯。嗯嗯，我、哦、七天很累耶。嘿，我一年生一个。然后又哦，一年生一个，要雇两家店跑来跑去、过大桥跑来跑去、我的记录是一天来回濒危大桥四次、记录，就是因为这两家店一天对来回四次，四次，哇，好累的，对，很累。我的记录是很恐怖一下，我也是觉得我哇，如果我现在有像以前的经历，那多好哦。现在好像来回两次都已经累到不行了。哈，来回两次已经就是四趟啊，四趟来回这样子四次、这样子都已经很累了。以前我可以真的很佩服那时的精神啊、所以人真的要珍惜哈、青春是
没有挽留的，没办法去追回。对、嗯、对，所以有家没有捡的一个东西。嗯，过后如何成立了 Sense Perfect International College？ 对了，说到做到第五年的时候，嗯，就讲了嘛，我的个性、嗯、探索，找到答案了、嗯、又在。嗯，但是其实因为我呢，很喜欢分享，嗯，我很喜欢分享，所以在这个过程，美容的过程啊、就是我也听我的顾客说，在我跟我一起的同时，也学习到了很多，嗯、互相学习啦。当然，那既然这样喜欢分享，那最触动我开学院的，其实就是我看到现在趋势的，美容院，的美容师。没有办法令到我满足，嗯啊，所以我觉得很感叹，我就想起了那时候我打工的时候，没有人栽培，好像很难走下去这条路，所以很快的这一条路是不是可能你也会走到两年啊，走到一年就结束就放弃了，所以我就想，那既然我这样喜欢跟人家分享，倒不如我就。办学院啊，栽培更加多的人才啊，让那一些想学又没有人肯教的那些学生找到一个平台啊。对呀、啊，所以就是开始了。嗯，但是在自己的知识又不够之下，怎样去开一所学院呢？哦，而且还要是又来了，还要是国际学院哦。对呀、啊，对呀、啊，我们之前不是叫 Sense Perfect， 嗯，我们是叫 Royal， 王家，王家。王家哦，王家是你的，王家是我们的，马来西亚王家是我们的，因为那时候我们是拿了这一个香港王家的美容教育学院的分校来马来西亚第一家分校，所以就跨国来了这一个名字啊，但是也是因为走到一年过后，理念大家也是有一些不一样，所以我们也就是结束了跟他的关系，然后自己就用回 Sense Perfect， 因为美容院一直以来都叫 Sense Perfect。哦 ，Sense Perfect International College， 这个名字是 JBK， 批准的，所以也是有他的注册号码，那当时为了要拿这个 International 这个名字，也是很难拿得到，相信不容易，不容易，对。那因为我觉得上帝的保佑，不负有心人，皇天不负对有心人，对，所以就这样子了。太厉害了。那现在 Sense Perfect International College 的学生人数已经去到多少人？我们的毕业生刚刚今年的三月是有我们是讲有来参加毕业的啦，有接近50位，50位。其实我们间中有一些短课程是没来参加毕业的，加起来都有一年都有到达是大概是80位这样子啦。那当然呢，我们是算认真嘛，算认真。那我一年其实是教了很多学生，都是去做那个交流，我都到不同的学校去做交流，所以应该是这样讲，教的学生有一直提升到非常都几百位了，这三年里面。那么基本上这一个学院教出来的这个课程需要用多久的时间来上呢？比如一个16岁。对，然后想上课一个专业的国际的美容课程或者是彩妆课程，都是要经过8个月的这一个最少嘛训练，8个月是最少嘛？我们也有3个月的，三个月的，但是因为我们学院觉得3个月其实不能走得很远，所以我们都把它调到8个月。那我们也有一些学生，因为我们有很多外婆的学生，所以他们有时候拿的这个假期，被我们捡起来，我看他们只剩下6个月。那听说去你的学院上课哦，是不用烦住哪里的嘞？因为我们呢有准备了这个宿舍给我们的学生，
也不用烦有没有钱交学费的嘞。哦，讲到没有、哦、因为有政府的贷款，然后也不用烦说读书交了学费没有钱吃饭的嘞。等下啊，我的学生误会，为什么老师我没有的？那这个我真的要解释一下。Okay, okay. 政府的 BTPK 贷款哦，每次哦，如果老师一或者是学校一直跟你们讲，哎，开这个开始可以报名了，不要再考虑了，因为它是有一个期限的。哦、有 quota 的？没有，它的 quota 是有，但是它有期限。那如果你跟我说你要想啊想啊想啊，他的 closing registration、online registration closing online 吗？对，所以我有时候我真的觉得很可惜。我们拿到 quota 的时候有就 open， 但是因为在短短的两个星期内招生来不及，所以我希望啊开我们的这个 open registration 的时候、啊、学生们真的是要很快的做决定，因为很难得才可以拿到。啊，这个贷款，甚至是这一个我们的津贴，不是不用给钱啦，要给钱，他拿不到就是要给钱、啊、对对对，你拿不到就要给，考虑太久了就拿不到了咯。到几岁啊？这个呢是啊、到45岁以下啦，45岁以下。其实政府他没有这样子的 hash 啦，但是呢，对一个技术行业，越早学越好啦，当然当然，越早学越好啦。所以我们呢，其实是希望呢，更多的年轻人，不要把技术看得他好像就往这个技术只是技术发展哈、其实在这个技术行业里面，它呢是背后是需要很多的知识，来。支撑的来撑着你才能啊、才能搭配这一个技术的，你才能走得更远。就像我之前因为没有了这个知识，所以就曾经想要放弃，所以就做了这个学院过后啊啊、真的是跟着政府一起跑，还有拿着这个我们的国际的认证 ITEC， 就看了跟着里面的这一个啊、我们讲的 syllabus 还有他们的规格要求在跑。我真的觉得技术可以发展到很广，每业技术可以发展到很广，比如说刚才我讲的沟通能力，还有其实还有我们对我们的这个管理的能力，那还有这个teamwork 的能力，所以怎样与人去一起生活，真的是 soft skill 很重要，在我做了 research 哦，全球技术行业，这个我真的很想要讲。技术这个行业并非是没有读书的人做的。全球research 的这一个他们的 survey， 技术人员需要有85%的软技术 ，soft skill。然后呢，硬技术才占了15%。他才会在这个行业做得很好。技术只是占了15%，其他85%就是我们的知识啊，跟人家沟通的技巧啊，待人处事的那个本领啊。因为那个我简单来讲就是态度这两个字。态度。对。所以今天我也分享了啊、如果其实每一个行业都会遇到自己的瓶颈的，但是只要你的态度摆在对的位，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我们所谓的 soft skill， soft skill 里面真的是不只是说我们的沟通能力，还有我们讲解决纠纷，还有我们的自主权，自治权，所以这些都是 soft skill 以内。就比如说你如何去判断一个事情的逻辑性，这个也是在 soft skill， 然后还有观察的能力，也是在 soft skill， 技术呢它是为什么占了15%，它其实不是占得低，它是本来每一天你重复的在做，它就可以做到很好了，你就会是在这个行业的专家，但是这个专家必须要有配上这个85%的这个软技术。其实基本上我觉得不管是哪一个行业都好，态度非常重要。对，这一件事情跟你的学历真的没有关系。
对，嗯，只是认证呢，他可以呢，是一个被肯定，对，被肯定，嗯、然后提升他们自己的信心，嗯，因为每一个人都来自不同的环境背景长大，像我一样，嗯、很渴望有一个文凭，嗯，所以就。赚钱过后，嗯，等一下你给我哦，你记得你知道吗？我有一个我很喜欢收集文凭 ，OK 啊，现在我的文凭都好像那个厚的包这样子厚，然后有时候都没有喂吧，挂在家里，没有喂过，没有喂过，过满了，嗯，你要去我的学院参观一下，真的没有喂过，我现在都不挂自己的，挂我的团队的，因为我的团队也。我觉得很好，我这个团队真的很好，大家都跟我一起走了、嗯、走了这条路、嗯、大家也拿了很多的认证、嗯、跟我一样 okay, 嗯，收集文凭对、嗯、一直收集、嗯、但是为什么有这个兴趣，这个真的是很重要，嗯，对，就是、被肯定嘛，很爽的，嗯，很爽的哈、嗯。等下你也肯定我一下，一定OK 那么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关于这个态度哦，跟你美容行业的这个难度，还有应该保持的一样的心态，怎么样的心态？那么接下来我想问你的是，你的学院现在是不是在招生呢？有啊，现在 open day 了吗？现在那个我们已经秀到他要 open 了，因为他是12月1号，那为什么我会开始这样快就推广了呢？嗯嗯嗯、因为我已经有经验了、嗯，我知道我们的这一些华人，嗯啊、都因为我们大致上都我们播的这些渠道广告、嗯、都是华人这些在看、嗯，华人圈子在看，嗯，所以大家都会是要用比较长的时间来去选择他们想要的学校、嗯嗯、他们要的课程，他们要比较嘛，对、嗯、所以我就早一点做这一个动作，然后 BDBK 这一个贷款一开放的时候就先让我们的同胞们先申请，对，嗯，这是很重要，这很重要、嗯、以前我们读书的时候都不懂原来有这么多这样的好处，早知道有这样的东西我们就可以不用掏腰包。其实我帮了我的学生在 BDBK 上方面呢、嗯、是给他们提升的、嗯、因为他只是学习，比如说他只是学习彩妆一个项目、嗯、他其实也是很难生存的，因为他只会彩妆、嗯、所以我们就拿了这个loan、嗯、甚至是这个 subsidy 让他可以再去学多第二个的技术，对，所以我的学生呢我很支持他们，好聪明的做法，没有想过哦，很好啊，很好啊，一个花钱读，一个是贷款来读，对，嗯，所以你要在这个市场里面跟人家不一样、嗯、那当然你要做的决定也是不一样的、嗯、你肯定要比人家付出的更多、嗯、所以你知道吗，读一张文凭的很多、嗯嗯、那他技术也是有，你也是有，那你怎么站在这么多人群中胜出呢、嗯、所以你肯定要多学一个技术、嗯、这样子、嗯、那么报读这个课程获得政府批准的这个贷款过后，他们什么时候要还呢？他们是报读了这个课程、嗯、读完了一年，因为他有期限的、嗯、所以一年过后他去找工、嗯、政府呢是有看他们的这一个他有 trace 他们的哈、嗯、他要我们报上他们的工作的薪金，工作的地方、嗯然后呢由学院来报吗？其实是学生上网自己填，但是有一些学生可能做工了、嗯、真的都、嗯、会疏忽掉这件事情、嗯、但是我们学院的就会做提醒，然后甚至是帮他这样子、嗯帮他做这个 feedback、哦、给政府，让政府安心一下、嗯、培训出来是有工作的、嗯嗯、然后他们就开始还了，每一个月还大概是120多块，还十年、嗯、但是还十年可以，哇，我本身也是在贷款当中，对呀、啊，可以还十年的我从2013年、嗯、我也是贷款到现在，嗯，一个月才还100多块，对呀、啊、我但是你可以早很提早的把它还完，那可能会省掉、okay. 一些政府的1%的
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贷款它的利息也很低，嗯、很低。嗯，因为我们每个月百多块，不可能赚不到啊。嗯，对啊对啊。嗯，那我们要感恩啊。是，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国家真的是有很多很好的 benefit， 对，只是因为资讯可能没有传达到我们这里来，也没有人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华人嘛，我们都要自己去摸索，你知道为什么吗？自己去寻找。因为华人哦，嗯，每当一投入一个事业，他就很忙很忙很忙的赚钱，嗯嗯，赚到哈、哦，根本都没有时间去做这个哦、没有没有，可能我们也没有说要怎样去寻求帮助吧。哦，对对。但是其实应该懂一点关于、嗯，尤其是现在我们的这个财政预算案出来了啦、嗯。那么这个财政预算案当中呢，有多少是关我们的事的啦？我们也要去了解一下，我们要去关心一下，要关心一下政府有什么新的政策等等。对，嗯、其实我是可以看得见政府是对我们的人民呢是真的是有播出了、嗯、很多的这个 program 让我们去去拿的。嗯、当然，它的手续嗯。就会有一定的这一个就是你要做很多文件、啊、很多的步骤等等，它其实很多的步骤、嗯、很多步骤，对，因为你它必须要先去好像 verify 你、嗯、你的 background、嗯、是否是你是叫做 qualify， 因为很多人都在等着这些东西，嗯，他一定要看你是否是 qualify， 还是你是拿爽而已啊、嗯、这样子你是需要有 requirement 的、嗯、对吗？所以我们呢就在这个津贴跟这个贷款其实我们也是有选的、嗯、我们希望呢是真的帮助到对的人，嗯 嗯，明白，嗯，所以其实蛮多优惠的，只是我们要去争取、啊、嗯，对。那么现在我们已经在开始招生的这个阶段吗？嗯、啊、那这个招生呢他们需要有什么样的条件？招生你成为你的学生的话，成为我的学生需要有什么条件呢、嗯、男的熟不熟？男的目前为止因为没有男的导师、嗯、所以也没有吸引男的来上课、嗯、所以都是女的，都是女的、嗯、那么呢其实我们没有什么的要求，就像刚才讲的就是16岁，嗯当然他们来我们这边报读课程呢，我们都是希望他们呢是可以带着一颗、嗯、心，就是一定要对这个技术有兴趣，嗯，然后他才报读啦。对，嗯，不要浪费国大。对呀、啊，对呀、啊，嗯，好 ，OK。那么，如果你们要有孩子或者是有年轻人想报读这个课程的话，你可以把今天我们这个直播呢发给他看。嗯，然后也可以在刚刚那一个QR code 上面扫一下报名，或者是浏览我们 Sense Perfect 的网站，哦，它的网站是在下面这个 www.senseperfect.edu.my。嗯，那今天呢，其实呢，我真的是想把这个津贴，嗯，再放大一下，嗯哼，因为政府呢，其实啊、哦，他真的是很想把这个他其实有在扩充着有帮我们的年轻人呐、啊，嗯，就是说提升技术让这些年轻人都有工作嘛，对吗？嗯 嗯， 嗯。所以我想说，如果说美容院的这些老板们，如果你们真的是需要团队，嗯、需要这个美容或者是这个彩妆师的、嗯、美容护理师或者是彩妆师的，其实你可以找我们，嗯、因为呢我们可以跟你一起的搭配，然后拿多一些。津贴来帮助你的这个团队，所以 Renew 是很乐于助人的，很想帮助人的，所以如果你们也是在相同的行业，你们想要跨充或者是想要引进更加多人才的话，你们也可以跟 Renew 联络的，因为他每一家美容院的 capacity， 嗯，就是照着 capacity 来给你这个夸大、嗯、所以如果你需要，那你拿5个也 OK 啊，嗯，那你就有5个这个团队，嗯，个员工这样子，嗯 ，OK， very good。这样你的学生基本上上完课，他们的出路就会更广了。啊，目前为止呢，我们在今年学校成立了一个校友会，嗯，所以这个校友呢是欢迎，嗯啊。所有的美业者都可以成为我们的校友、嗯、不只是美容彩妆也
比如美甲的，嗯比如是理发的，嗯，都可以成为我们的校友。嗯，然后呢，我们也在刚刚短短的几个月呢，嗯，就跟20多家嗯美容跟 Brighter House 签下了 MOU。嗯，我们的学生毕业过后就到他们那边去做工。哇哦，太棒了！对，所以在 Sense Perfect International College，不只得到学到技术，而且你的导师也会从内到外帮你的心态调一调，成为人见人爱、受欢迎的全新的你，然后就有工作做。对，所以最重要是有出路嘛，对吗？对，嗯。那么Renew 本身以我对他的了解呢，他是一个很爱学习的人啊，然后他很谦卑，也是非常谦虚。他我们认识的时候也不知道，原来他的college 是这么大的，还做到国际教育学院，哇，而且是做到出国的。他的学生每一年差不多每一年都带学生出国游学和出国做这个国际的交流，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棒。而且最重要的是 René， 我发现你本身有一个特质，就是你很谦虚，你也很谦卑，你也没有特别的去介绍你自己是谁。直到今天在节目里，我才知道原来故事是这么精彩，而你的精神让我很佩服。哎，谢谢你，李老师，那个非常坚强的精神，嗯，那我觉得未来我相信你可以再培出更加多的人才，全方位的，嗯，所以这个是我的梦想，OK。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Sense Perfect International College 马来西亚精英团队。嗯，这个是在韩国嘛，是吗？嗯，对，这一场是刚刚才回来而已的，okay， 新鲜出炉。嗯，那我们每一年都有设定一个点呐，啊。嗯，好，就曾经去香港，台湾 ，OK， 这个是在韩国，这个是在考试吗？没有，他们在比赛。比赛些？比赛其实有很多项目里面。哦 ，OK。里面整百人很多项目，而且6个 round。嗯。整百人一 round， 所以就在那边比赛。那我是在做评审。哦，你到韩国去当评审？对。哇，原来他不止在马来西亚很出名，在韩国也很出名。还好我们的 Renew 老师很棒，谢谢OK，还有我们来看一下一些珍贵的回忆。有吗？ OK， 啊，这个是在哪里？我的台湾老师，台湾的老师啊， Mini Sky，Hello， 好爱廖老师。Mini 老师你好。OK， 这个今年你们庆祝10周年对吧？对，9周年。这个是我们的团队。一个很棒的记录。生命记录，是的，真的是很感恩他们，一直突破，创造奇迹，愿意跟我一起疯狂下去，哇，非常棒 ，OK， 还有吗 ？OK， 非常棒。那么来，我们看一下，还有线上哪一位观众的？所以如果。啊，对了，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哦，你对那一些年轻人哦，尤其是你不懂你们的行业有没有遇过一些年轻人一直转换工作？你对这样的情况，你会给他们什么忠告吗？一直转换工作是指东家不打打西家，都是在同一个领域，同一个领域，对。对这个看法，因为我以前年轻也是这样嘛，对吗？但是我可以这样子分享一下。那如果说你很有心在这一个行业这个领域发展，当你进了，你可以的话多留一阵子，先由里看到外，就是说整个公司了解过后，那
才做出这个决定换第二家。嗯啊，但是如果你就像我的想法，哎，都已经去到我们这个叫做那个专业啊，就是已经专业了，玩完了，因为年轻人肯定是很喜欢玩的，不可能认真的嘛，年轻人会认真的那就很奇怪了，所以都是喜欢玩，喜欢看新的事物，所以他每当去到一个公司，其实这个我对年轻人我倒是没什么我觉得是可以的，是可以，因为年轻人是应该有这样子的的活力，或我倒想的是跟领导者发表这个事情，我针对这个事情，针对这个事情，我们跟一些领航者讲一下，这些领导吧。嗯，因为其实我觉得领导的心态是真的很重要。嗯，因为你不会知道说这一些年轻人、新人怎么看你。嗯啊，当然你也不在乎，因为你已经是高高在上。嗯，对吗？但是他们因为新进来，为什么做不久？嗯哼，他们真的有他们的问题的，嗯，就是都不熟你这个家庭，嗯，那又没有机会了解，嗯，对吗？嗯，那你说他做得久吗？那当然啊，我看到的是另外一群，也不可以全部说领导者，我有看到一些年轻人时常 MC 的啊。时常 MC 的 ，OK， 哦，我的车怎样啦？嗯，然后我肚子怎样啦？嗯，但是我对女性是有比较宽容一点啦，因为我们都会有这个生理病嘛，那当然呢是有一些是真的是比较我们讲说比较negative 的，所以 negative 的这一些人可能他们真的会是一直换工，那如果身为长辈的他还愿意踏出第二份工不就叫好了吗？是吗？他一直换工，其实在你的看法有什么问题吗？他一直在找东西，我觉得。对咯，其实他会一直在找他要的东西，但是他就是找不到，其实他找不到他自己内心想要什么。我发现年轻人都有他自己的各自的专长，但是就是因为去到了一间新公司，他有了一定的这个框框，所以你没办法，他发挥不到啊，嗯，所以你又没有时间去管他，因为他的身份很低，你怎么去管他？所以主管很重要，所以主管要在，所以我说态度很重要，主管都是一份子嘞，其实主管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你要好好的去看看你的团队，每一个公司新人进来都有团队的吗？是吗？不然就是老板咯，所以这些领导者都是要多注意一下啦，多注意一下，这些年轻人其实都很可爱，他们都是很不错的，如果你有这个心去栽培他们，他们肯定可以做得久。那用心去看他们这个新时代的年轻人到底在想什么，让他们对我们这一些引领者有信心，如果他没信心他很快就跑了，因为跟你的关系都还没建立，很快啦，拜拜。所以首先要建立关系，好，那么我们也非常感谢 Renny 老师的今天的时间，特地抽空上我们的节目，同时我们也非常感谢 Image Academy Evelyn Jing 老师的大力推荐。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差不多就要结束了，那在结束之前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线上有哪一位朋友给我们的留言。好我的团队很好可爱哦。好，那么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或者你有故事想上来跟我们分享的话，你首先一定要做的就是 like 我们的 Women TV Facebook page， 然后把我们的影片分享出去，然后给我们留言哦。对，要分享 Women TV 哦。哎，你觉得 Women TV 做的怎样？我觉得很好，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因为呢，谢谢你这么会去欣赏我们这一些创业的企业家们啊，那给我们的一个机会，给了我们一个舞台，然后其实这个也是在我觉得回馈社会，
回馈社会，算回馈社会吗？对 对, 对，我其实我是纯粹很喜欢听故事，听人家的故事。那我觉得哈、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啊，但是谁要听？如果你没有做这个节目，有谁要听？我要听，所以我就做节目，让大家陪我一起听。因为我跟你有一个共同点，我也是很喜欢很多人的，也是很多人陪的。OK， OK， 有好像有人称赞你啊 ，Bobolo 老板娘好漂亮呀！这个 Bobolo 真的谢谢你，谢谢你。Han Xin Kui 他讲这个节目好棒，谢谢你，谢谢你继续支持。真的很好。Bobolo 讲 Hi Boss， Daniel Key Hi Warren。Mini Sky 持之以恒。对了，这个就是最后一句话想要对我们的年轻人讲的。我们呢做每样事情都要坚持到底。那还有更重要的是，千千万万不要有一个摊子。我们凡事用心的去经营，一定会有结果的。那还有廖啊 ，Mini Sky 他说廖老师好美，皮肤好亮，这个很好会说话。对 ，Mini 老师，谢谢你。一位愿意用心为学生铺路、引导学生走出国际的优秀领导者。谢谢。哇。OK， 不好意思，重点一下。OK， 非常好的评论。我们一起疯狂耶、对，书生我们一起疯狂下去。OK， Jojo yes, 好棒哦，我们一起疯狂。 对，瑶瑶谢谢你，人生不疯狂等什么。林水义 Aaron 谢谢你。 Aaron 说好棒的女性访谈节目耶、我们继续加油。对，既然你们说棒，我们就要做下去咯。对呀、我们要越做越好，因为我的目标是100个。你还会再邀请我上来吗？你愿意吗？我们再分享第二个主题。还有呢。 OK， 好了，那在节目还没还没结束之前呢，我要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变魔术来了。看到了吗？所以我现在要颁发这个感谢状给 Renew 六老师，让他可以再收集多一张。但是他刚才讲没有位放了，怎么办？我还是会把它放出来。好的，好，我会去推广这个 TV。谢谢 Beamon TV， 谢谢你。我们看这里一下。来，来 ，OK， 好，好，记得继续收看。Women TV， 拜拜，拜拜。可以了。OK， 拜拜，记得收看 Women TV 啊。